我喺度讲嘢几正常，厨房佬唔系啊，对住记，喂你有冇睇我寻日嘅访问啊？就会变成一个哲学论啊！我寻日有个访问同大家介绍紧穷爸爸与富爸爸。你寻日边个访啊？喂，好好睇喎呢本书。哇，咁啊！我买本英文版嚟俾你。你唔好癫啦，好睇咩？唔系，因为咧佢讲咧。他讲一个道理呢，我不是看英文版的，我看中文版的，就是我们不要想怎样悭钱，我会讲给大家听众，即是多余的，即是例如呢会成日会说用即是悭钱啊悭钱，我们是想怎样赚钱。屌鬼不知道咩仆街。你睇捻完咁耐，你睇，喂，好劲啊！呢个大家都以为废，其实真系好劲。啲人话其实呢、這个你哋有冇共同嘅话题？其实我哋有啊，我哋都几升嘅啲嘢。系咩？我哋好升嘅嗰啲嘢。是升的，是 OK 的，不是，是通常我們升的東西都不可以，你不要一直拿著。小紅書